大家好，我是怡保皇室医疗中心的主诊医生，我是黄景华医生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心一些服务、一些设备，其中就是包括我们有提供住宿的设备，照顾病人的设备。所以说因为我们主要是帮有一些复健疗程课程给一些。病人，如那些中风病人，那些颈椎压迫神经那个病人，或者说刚出院手术后刚出院的病人，所以说他们要做物理治疗的时候，做复健的时候，我们也提供一种一站式的那种看顾与护理这个服务。所以说，在我们中心，我们有提供床位给病人，也提供膳食给照顾我们的病人。以及我们要提供物理治疗以及复健课程给我们的病人，使到我们病人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宿环境下，慢慢的康复起来，这个我们中心是有提供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亲属有这种病情的话，可以联络我们，我们是很欢迎你们的询问，谢谢大家。